Hello， 现在玩乐主播来到了这个 Zoo Park 很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呢，它这里有很多动物，你只要花290块泰铢呢，点一个餐呢，就会得到一张卡片，就是这一张，然后你就可以进去跟动物玩15分钟哦。超可爱的，你看这两只，哇，它现在在玩我的那个自拍棒，哇，它走到这杆上了耶，自拍杆上，天哪，太可爱了这两只。那浪漫的呀，到我身上了，哇，赶快拍一下，你看他现在在玩我的手，喂，那浪漫，哦，浣熊也来了，哇哇哇，跳到我背上了啦，各位看一下，跳到我背上了，太可爱了，他在帮我按摩马杀鸡，好舒服哦。哇，各位你知道吗，你只要花290块呢就可以进来啊，跟动物玩15分钟，我觉得15分钟不够多哎，他们真的太可爱了，这里有浣熊、狐狸、袋鼠，然后这些呢其实有在卖的，你知道吗，他们可以就是在角度讲一个动物园，那其实他是来这边呢，哎，来看一下，噔噔噔，太可爱了，他把我身体当成架子一样，是不是，来曼谷呢，你们一定要来跟他们玩哦。哎，跳板！哇，他咬我哎！哦，哎，干！